您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的人不少，对，我很欣慰啊。是，好啊，啊，多少人想来听相声、啊？喜欢，说明什么？说明大伙爱这个。对。相声有您的支持，嗯，不会灭亡的。那倒是，是不是？是是。我们两个人，大伙儿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哎，有熟的，有不熟的。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是，这个人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著名演员，不敢当，不著名。说得好，没哪儿好。人一点不错，没有没有啊，不像您说的那么好。好人不敢，好人你还商量什么呀？是，那我说是就是啊。你是不是好人？是是是，这说瞎话啊。您到底是不是这个？您客气客气。那我说我不是，那也不像话呀。好人啊，人性好。那您捧说相声这老乐啊，没有。是啊，这玩意儿说来啊，好人不多，坏人不少。嚯、哦，流氓无产阶级。是啊，就我们这行。嗯、啊，找于老师这儿。嗯、啊，说实在，你往上看，往下看。没有哦，这是个完人哦，还完人，完了，哎，就完了这么一人呐，完整，哎，这么说对，挑不出毛病来。哎呦，您也过这，说实在的，就您这为人啊，就得往古人里头去找。哦，我找哪一位古人呢？就您这多才多艺这劲儿啊，像谁呀、啊？李师师。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对对对，能力大，有能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哦，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您说，把名字改了吧。我改叫于师师。于师师了，这叫肉头。肉头，多嫩啊！那管什么呀？光一个李师师把您就比完了吗？哦，还不行。就您这性格，性格也好啊，刚正不阿。那倒是，正义感很强。哎，应该的。说相声都是找您这儿的，没有，也不好找。古人里边去找哪一位？杜十娘。把名字改了吧，改叫于十娘。哎，于十娘了又。伟大的母爱啊！哪儿有母爱啊？这里头，这俩人也不能比完了您呢。还不行啊！民族气节最重。哎，这是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现如今北京城国难当头，嗯，只有于谦一死拯救万民。哦，你死去吗？我死去，死去。死去啊，谁跟您比呀、啊？啊，赛金花，赛金花。当初八国联军兵困北京城，嗯，没有赛金花出头露面，北京就完了。是是是，把名改了吧，改叫于金花。于金花可有一样啊，刮大风别出去。为什么？广告牌子被你拍到了，大伙得说说什么？哟，砸金花了，嗨、哎。还有玩牌的，这得先啊！说明您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哦。但是重是重 啊，您不能找一不是妓女的跟我比一比去。别人不足以表达您的高尚性啊！只有跟这几位比啊，说明您的人值得钦佩哦。希望您这演员长寿。哎呦，我借您吉言，多活些年，好为相声做贡献，应该活一百岁的老寿星。哎呦呵，您看看，我300岁啊，又长了500岁。哎呦呦呵，呦，500岁的老艺术家。哎呦呵啊，500，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他进去。好，看见吧，那是于先生了。是，你看还动啊，动啊。啊
希望您长寿。哦，你要是身体健康，嗯，头一个高兴的是我。啊，您当然替我高兴。我们哥俩交情在这儿呢。对，过这个是好啊。希望你好。得嘞，希望你好。天大的祸事，我愿意为你去扛去。你这是朋友，为你费多劲我都乐意。哎，哪怕你犯大错，我也敢要枪毙。哦，我喝出万贯家财。嗯，我给你买一个按揭。对。怎么叫按揭呀？按揭两年，按揭两年，那不叫按揭啊！哎，那缓刑。就说这意思，为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咱够朋友，咱得人家的好处。哦，这还怎么说呀？我跟他关系那是不错。嗯、啊，我跟他上辈，跟他父亲，嗯、啊，我们他爸爸，说实在。您这您跟我爸爸都搅和一块儿了，知道吗？你说我们老爷俩啊，好啊，是忘年交。哎，哎呀，我爸爸，我告诉你啊，我啊，还是没分开呀、啊，这个我们两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是啊，这么好哦，这老爷子了不得，真的啊！年轻时候是有名的老中医，对。学医的、啊、嗯，北京四大名医，嗯，教他爸爸一个人，就这么一徒弟。呵，说实在，最早在同仁堂那儿做孩子的时候，对，不是，你先等一会儿，不，嗯，同仁堂那儿不做台，知道吗？谁说做台的大夫吗？做堂的大夫那是，差不多，堂差远了，这个差远了啊，做堂大夫。对了，一扫于谦他爸爸，谁都挑大拇哥，嗯，罢了，要说王大夫这人啊。这别得人好处了，嗯，指不定得谁好处了呢？您，他爸爸说两句吗？尿道病毒，尿，金针菇，不是，哎呀，行，别说了，那个尿道病毒啊，有这怎么说？尿道病毒啊，尿道病毒啊啊！说实在，这么些年了、啊，嗯，没出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好妇科大夫，对，学妇科的啊，妇科大夫哦。一来女患者吧，乐呀乐，后来孙子就开除了，开除了也没提，也什么原因没提。哦，说这个条怎么说，这段说啊，这还管着。家里有间小平房，嗯，老头跟家为人民服务，哦，自己开的弄小黑屋给病人检查，怎么还小黑屋检查啊？嗯，后来病人家属给送块匾，怎么写？妙手银心。像话吗？怎么着？妙手回春呢？是，咱不管那会儿小，那可不这。那您就这么说啊？我上家去跟他唠嗑。哦。这会儿要是能女病人了，那俩聊会儿。哦。老头给我讲了古典文学。您去他也高兴。一屋子书。哦。一屋子满的一面墙线装的。咱那会儿小，那看怎么样？哦，对。老头给我讲。嗯。啊，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嗨。他看点别的好不好呢？您就得看点画，还看画，换书吧。这个哎，爱老头啊，哥俩聊不来。是啊，聊不来。哦啊，包括老头，老头后来身体不好，我经常去。您瞧谈谈，我一天一趟。哎呦，他那会儿不在家，我出差，出门演出去了。对啊，演出去。嗯，他们家哥仨。哦，他行二。对，中间一大爷，底下三兄弟。是。哥仨岁数差不多，是踩着肩膀下大爷，隔着不远。大爷39，对，踩着肩膀他啊，咱37，可不吗？差两年。三兄弟14，对，这是踩肩膀吗？这个差不多了，差远了这个啊。老三在那儿做买卖，哦，家里大爷一人，嗯，天天守着老头尽孝。那段时间总是咳嗽，后来就躺着动不了了，哦，我就上那儿看。卧床了，我有一进门，我说在我眼泪都下来了。怎么？老头躺在那儿啊？嗯，要不怎么说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是，真难。嗯，就这么大能耐，嗯，他会多少种妇科疑难杂症？嗯，他躺那儿对自己不管用，多新鲜呢！啊，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大爷坐在那儿，嗯，我一瞧，说句良心话，我这人想抱歉。爱哭，我躺过来了啊！老头那脸难受，惨绿惨绿的。嗨，大哥那脸，嗯，翠绿翠绿。怎么他们爷俩谁先死啊？这是？怎么全绿啊？两爱翡翠。嗨，怎么了这是？大哥怎么了？啊，哎，
得狼来了。嗯、啊。他也咳嗽。老头是够熬的。哦。我是多年在家。嗯。谦儿，老三都在外地。可不是。我自己盯着。嗯。我两天没吃饭。你看。你别这么着，你们哪儿都别吃了呀，别吃口啊！我替你顶啊！嗯，人是铁，饭是钢。对，饿了呢，老头儿，你怎么你躺着？是不是？是是，快去吧。啊，上什么上什么？您替盯着啊，我得盯着点儿。是是，边边大的嗯嗯，老头儿对我更好。哎，咱多少古典文学知识从这儿得来的？没多少，就一本《金瓶梅》，你知道吗？坐在这儿啊，你爸在那儿。哎呀，是接不上气儿，不是滋味。嗯嗯啊，你也有精神啊？哎，等会儿，怎么这话都出来了？什么叫也有今天啊？原来多壮啊！啊，大高个儿是肩宽背厚，他壮，一脸的厚心毛。哎啊，全长脸上了，这个跟金刚似的。嗨。现如今这躺没人样了，瘦了，看烟熏呢。啊，曾几何时，老人家啊，叫我看书识字儿，啊，别提这个，给我缝补鞋袜，哦，叫我偷西瓜，嗯，叫我扎金花，不、哦，带我走上了光明大路。嗯，现如今他躺，报应，报应。怎么说话呢？您这是，我抱着他了，他也不答应我呀。嗨，这是没有这么说的。老爷子，嗯，睁眼瞧瞧，啊，认识我吗？是，德刚来了。啊，他说什么？呵，行，还能出音儿吗？那可不是吗？看看，我是谁呀？德刚啊，还认识人。哎，我很感动啊！是吗？人到这会儿还能认识我？您近的，我扶您坐会儿吧。啊，饿了，弄口水吧。喝点水。还不行。我干点什么呀？怎么办呢？您要什么呀？怎么我怎么着？我要小姐。啊！这可不对呀，这个，这老头怎么了？这是。该死了。哎，对。什么岁数了？这样要小姐啊？嗯，怎么了？方便一下。嗨，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他这解小手就完了吗？受金瓶梅的流毒啊！嗨，一辈子没离开这个的。我扶您起来吧。啊。啊。尿完了。得。鞋，那就嗨，烟一阵儿，我必须的，您啊，老爷子您放心，好好养着，没事儿。嗯，哎，怎么了？太快了啊！没说别的呀，是，我得看看鼻息呀，看看有没有气儿，看看喘气儿吗？啊，怎么样？死了。对呀、啊，不死也让你给处死了，这个。整个都死了，废话嘛，一点没照没到底啊！啊，这苍蝇呜呜，太快点了吧？这个来了啊！这怎么办呢？嗯，赶紧进厨房吧。哦，一进厨房干嘛？我愣在这儿了。咋了？我眼泪止不住，哭什么呀？我看你大哥，我严心呢。他干嘛呢？跟两天没吃饭啊。百日床前无孝子，是是，这样没地儿找去。他是孝顺啊，嗯，他你说他吃下去吗？那你给他炖个肘子，呵，哪枪我吃不了，根本就不行了。我在这儿横着，哎，也就煮了点面条，可不就吃点这个？哎呀，煮了点宽条的啊，煮了点细条的，哦，煮了点干的面，弄点小碗春条的。七个样面条，嗯，炸的酱，大的卤子，哦，羊肉丝是，担担面调料啊，细的芝麻酱，炸的花椒油，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都这时候还吃这么全呢？三十多样菜码，嚯、哦，这会儿正包蒜呢，哼，有心上吃蒜，我说你真行啊，啊啊啊，你越行。
得下去。你爸爸死了。嗯。啊！你爸爸死了。告诉他。哎呦喂！这才难受起来。别吃了就啊，不让他吃吧啊，吃了三碗又喝了两碗汤，不原汤化原式溜溜缝，把碗一放往上一坐，人傻了，怎么掏出根烟来，先抽根烟，我也不敢打扰他，是啊，不让看着，半个多小时不就问我啊，哎你刚才说什么呀，碗没听见，没往心里去，合着你爸爸死了啊，是啊，瞧什么啊，心宽，你知道吗？那也不能这样。来这屋，趴在你爸爸身上。嗯。哎呦！还哭出声来。宝贝儿，哎，干嘛哭？哭宝贝儿？怎么哭啊？那可哭爸爸呀！怎么哭啊？这个啊？这啊？我还教你是怎么着？没教过呀？那怎么就得哭爸爸？他哭了多少？牛打门口噌的进来一个。啊。你三兄弟回来了。哦，我兄弟。老三做大买卖的。是。啊。正在保定那什么客户谈呢，嗯，有一个投资30块钱的大买卖，这什么买倒腾耳挖勺的吧，这是这会儿正洗浴中心啊，池子里跟客户正商这事儿，不够洗澡的钱，你再添5块，再添5块，嗨，怎么跟人矫情了，这说着手机响，嗯，打池子边上拿过手机来，喂，怎么着，嗯，这是倒沉的事儿啊，老婆赶紧回来，老婆要不好，是笑死了，啪一扔，嗯，翻身打池子里出来，顺着冰石高速走，回来了。我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他戴着眼镜，那管什么呀？这个，再来个口罩，算三点式。那嗨，不行啊，该挡的地方都没挡上，知道吗？归心似箭，哎，那也得坐火车。归心似箭啊，归的心似箭，王八是吗？什么叫归的心似箭呢？不许美化的啊！谁呀？回家的心，着急，是的，着急。哥俩趴在这儿，拍着老头哭啊！啊，哎呀，哎呀，哭吧！啊，这拍着板呢是吗？哭罢多时，站起身来，我得劝你。啊，您得说，别哭了，死丧在地，商量这白事怎么办吧？这是正事啊！嗯，大爷说了，嗯，怎么办？啊，家里有多少钱都拿出来花的。哦，姐心疼，对，办事。老三说这也不行啊，嗯，顾死的顾活的呢，怎么？以后咱们这日子怎么办呢？这倒是，够料理的就行。嗯，咱别哭着浪费，还得过日子。我这100块钱花，哎，100。那能办什么事啊？大爷也急了，别废话啊！俩人越说越呛了，我一瞧这可不行，怎么？死丧在地不可打闹。对啊，我得劝一点，嗯嗯，别打架，别打架，是俗话说得好，二狗相争必有一伤。狗啊，狗咬狗一嘴毛嘛，还是狗，二虎相争。别打架，来大爷啊！你过这儿，你过这儿，老三你蹲在门口，蹲那儿。还是俩狗是吗？依着我说，抓紧办白事儿。这对，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白布拿出来，嗯，做成孝袍子、孝帽子。哎，门口一条闲纸，给大伙送信的，大办白事儿。哦，办事。要说起来，嗯，老爷子这辈子可不容易。那当然，鬼家累业，照顾操劳，已是年老气衰，心脏症痛绝欲裂。嗯，虽经北京鲁明医师、肖公有孔罗华、汪恒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士山各大名医临床贵人等待你爸爸心脏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极天之地而玩了。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宝方古人传出，各地亲友纷纷前来吊唁，哦，送来花圈帐子挽联补锦旗帜，嗯，这天起指挥飞花白布蝶，这天起血泪染成入捐魂，是大伙都写，我不能闲着，您还让这写五大字贴在正当中，什么字呢？小品吴小芳，哎，没听说了，有写这五个字的吗？随份子吗？随份子，随份子写这个呀？啊，我不写，反正门口大门左边这张纸是我写的，是吗？哎，苍天有眼，哎，我爸爸早就该死了。
么叫该死不该死啊？我写的叫什么来着？速报不周，您这写的不好就怨我啊！我看你们家就看你家见天贴着没注意。哎，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这个、没有天天贴的。都弄好，你老头换装过吧？装过，先把这身给脱了。哦，嘁哩咔嚓脱衣服，这臭啊！哎呀，大着窝子孜然味儿，这可是躺我床锅日子。坐大柴锅啊，加上皮鞭，里边水哒哒。水，我搓一大光膀子，啊，来提兜子，嚯，打胶皮鞋，嚯，谁热了啊？待会儿还待会儿，待会儿，您这退猪毛的是怎么着？咱们今儿今儿擦洗干净了，啊，换好这身衣裳啊，整木金刚经，驼青背，漂白布，高头水袜子，嗯，好看，是穿好了，哎，棺材就抬来了，哦，棺材来了，不是，你爸这棺材，嗯，确实很了不起，对。这是棺材的，别扔了啊！这蛐蛐过笼，知道吗？秀气，你知道吗？没有这么比喻的，很好看，得大啊，比这大，嗯、不过来吗？是北京前代打木厂、万祥木厂做的材料叫金丝楠，讲究。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彩莲花。哦，棺材口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点字，写着你爸爸的名字。哦，上写新丰，新丰俩字儿横的，底下白。你大的名字怎么写？新丰、嗯、登侍郎于太英、嗯、会进郭。哎，我爸爸叫于进郭呀、哎，什么名字这是？叫什么？嗯，头炮饼。鱼头炮饼。您怎么胡给起名字呀？好听着名字，写他名字就是食欲。哎，没听说过，都死人了还有食欲啊？都弄好了，嗯，开始入殓。哎，入殓，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对，进棺材。哎呦，请来这些个人呐！啊，有吹唢呐的，哦，吹管子的，是是，敲锣的，对，那个锣子看着瘆得慌。哦，大。哎，说出来打去，真大劲儿！哎啊，这是锣呀，这个。嚯、哦，这心儿，这心儿，这嗨，锣琴儿这么大，整个这锣这么大。对，咣起，咣起，咣起，咣，这声就对了，震天震地，嗯，敲的人心都碎了。是是，阴阳声已到，吉时已到，嗯，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哦哦哦，请大爷。哦，长子抱头，就我哥哥，大哥过来。嗯，走走走，来走，嘿，来，咱来。您这往出捏臭的点呢，是怎么着？怎么着？抱头这么抱啊？怎么？是啊。老师，我受累，吹吹，开始来走。吹吹，嗯。今天是个好日子。好日子，像话？什么曲子这是？哪懂这个是吧？不懂您就说。哎，装在棺子里边。嗯。第七天早上开始念经。哦。僧道盘尼寺横经倒弯的来。是是。别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吗？没人请这个。也就是你们家。对。请来和尚高搭法台，正当中头戴五头冠，那位大帽。是。他领着大伙念。哦。咽口湿湿开，深有耳经。呵。扔米撒小馒头。这个好听啊。好听啊，这经。好听，哎，这么的得了。嗯，那既然好听，您在这儿给我们学学这个念经怎么样？念经是吧？哎，来这个啊，和尚念这经。我会多少，我来多少。哎，对对对，啊、我借您回劲儿，使多少劲儿啊？好好好，念经。道堂成就，嗯，镇济疆场，摘除千层上香设备。在世上，道义当。
么都流行歌曲了，都串好些歌了，是吧？嗨，那有什么用啊？这个每七天念回念7749天，不、哦、僧道喊你轮番来北京军事，您的军事给你爸爸转正，我讲究，别人起得来吗？是是，军事您的来了，哦，功德您的也来了，喜事您的也来了啊，馅儿饼粥的，哎，不是，哪儿来这么些厨子呀？这个开庙会吗？庆祝一下吗？什么庙会呀、啊？这办白事呢，知道吗？一直等到出殡这天，早晨起一瞧这天儿啊，哟，那这好天儿，黑的跟锅底似的啊，阴天呐！打雷哦，哎呀，打伞是，一瞧打雷，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啊，都躲着点啊，打雷了，嗯，别劈着你们呐，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有报数的吗？是不见得准批得上。那对了，批上不就死了吗？这个搞笑吗？各位，搞笑什么日子口的搞笑？搞笑吗？这不用这个呀，活跃气氛嘛，是吧？好嘛，这白事知道吗？一会儿功夫，晴空万里，红日喷薄，还出太阳。院子里边一三根白纱高，嗯，搭起一大红过街牌楼，东五二楼用蓝白纸花搭的彩牌楼，上写三大字：当大事。对，孟子曰：为宋。以当大事，嗯，早晨9点钟祠堂发语，先放30铁炮，请来文官联署武将几门，先由二十名杠主讲金砖请出外上小杠48人杠，后放大道80人杠，杠铺满都是红缨帽绿夹机器都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山套裤，80人杠分3班240人，百孩子长孙贵人浩荡荡威风凛，紧跟就是智儿之马。多大的台上有开路鬼大路鬼，嗯，正中右边不好路，方一方向喝个二向，秦青用得伸缩玉立四大门神，嗯，杨学爱左个刀，不宜梳洗牛衣四前，指儿过去同音发出子弟文唱齐个大裤带尖儿帽，中袍粗布中裙热松管儿粗腰的八二八的八吊的金冠五袍金的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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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扭了，送进新营2000多位、嗯，一个个胸前佩戴白纸花，是俩人架着一个个，俩人架着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大衣，手里还拿着引魂幡，对，泪如涌泉，泣不成声啊！早晨9点钟出堂发迎，这口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由东城奔西城，转遍北京49圈，到晚上7点半，这棺材抬回了家。哎，怎么又抬回来了？没坟地。哎，去你的吧！你说有，哎，我干嘛呀我？你说有，我给大伙再说一段。我就为让大伙听这相声，我把我爸爸都豁出去了，是吧？好，我现在给你爸爸再说一段啊。哎，没有这么说话的，没有啊，哪儿这么些个呀？啊不许在舞台上拿伦理找包袱。哎，您要不说看大家的乐啊，不是，也是批判的乐，知道吗？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啊。都当爸爸了，心里还这么多怨，我从来不爱占便宜啊。是啊，大伙儿不是圣人啊，我不老信的。爱听相声有好处，嗯，哈哈一乐。反正我这人的素质也就比较低一点，是吗？也没什么文化，嗯。虽说写过书，当过编剧，做过导演，嗯，给大学讲过课，但文化水平不高，文的觉悟也不高，觉悟啊，所以说我们只能这样，嗯，目前只能先让观众笑。今天早上有一个节目找我去做访谈，嗯，其中他问到，说有人说批评你的节目，直不走
先搞笑啊，不搞笑呢，很搞笑啊。对，相声要不搞笑，那不就完了？一个人要死的时候，首先是怎么救活他，对，而并不是考虑救活之后他的路怎么样，他怎么为人民服务，他上哪儿上窑去，怎么能干？那活了之后，不好死你说那个干嘛呀？是不是？说的有点远，是不是？谢谢大家对我一个粗人的理解啊！啊，常听讲身心快乐，乐吗？是不是啊？啊，各个年头，说实在的，缺车的、缺钱的、缺房的、缺德的，啊，缺什么都有。是，记得这个如果给不了你啊，对，该挣钱你挣钱，该还债你还债。对，这两三个小时如果能让您开心，嗯，暂时缓释一下，我觉得就一定功德无量了，是不是？错，先咱们先就这样，若干年后好了再说以后的事情。啊，好多人，好多朋友说，哎，我心里很压抑，但是我突然向我痛快了。哦，我说谢谢您，嗯，这就说明我们的作用达到了。哎，您承认我们了，对，是不是啊？嗯，当然了，要是真有病，您也得看病。对，治完了，肺癌两期，一病两段，您得死在这屋里边。那这，那就害了人了，这该看病还得看病。嗯，大病治不了，是啊，别耽误自己。哦，好多人病都是耽误的。对，比如说。说我呀，我现在很兴奋啊，哎，我这要倒霉这就。我说谁呢？啊，我不还还说你？哎，对，您也甭往下找，最后肯定落我这儿。当时人高二了，您还说了是吧？啊，就说你吧，说我行。说你在哪儿不痛快是吧？哎，对，我不痛快。我举个例子，哎，这是有病别耽误。嗯，这点他很明，因为他爸是个大夫。又来了。不说那假的了吗？那个，我们这相声最大的好处是来回说，知道吗？哎，对，都有理啊。嗯，他母亲这病就是耽误的。是老太太，老太太迷信。嗨，什么叫迷信呢？嗯，迷迷糊糊就信了。对，什么都不明白啊。别那样，有病你给我看病。嗯，别耽误。他们老太太是不是耽误的？是吗？啊，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入了一个什么？嗯，衣冠道。哟，这可害人呢，这反动教会门。对呀，他们母亲就信了，一贯害人道啊。嗯，还帮助那道里边渡人去，渡人就是把别的不信的人来的也信他这个，哦，劝化信他这道。渡一个呢，他能挣两个钱，还挣钱啊？渡一个就两个钱啊？主要是电焊啊，就朝着就高了，修自行车的似的啊。这一辈子就信这个，哦，后来我就不让你偷着信。自己偷着，偷偷摸摸的信，哎，有病也不吃药，跑那儿问去，问哪些儿，说这病怎么办呢？是是，给这好办，嗯，啊，回家弄二斤香灰吃，香灰，我太太回家还香灰喝水，快剪呢，发不起来了，甭快剪了，这正打馒头吃，吃吧，吃完俩礼拜没上厕所，哎呀，你这会儿还就吃药，嗯，吃那个去火的药，往下打，拉出三泡蚊子香来，嚯！拉的还挺匀实，这玩意儿。不许拿老人开玩笑，您要不说我也不这么接，知道吧？净挂舞台啊，不招人说你，没听说啊？嗯、啊，每天有关部门问人家过来就砸了。嗨，有关部门也不是什么正经部门，这个。你这么一说，人家不来抽你了吗？就说这意思呢，他难受，病越来越重。嗯，后来老太太又去了。哦，病不见好啊，是怎么办呢？嗯，你回家吧，家里是亲骨肉，不是这先生。嗯，拿半斤肉，不吃了就好了。拿人肉吃，愚昧呀、啊！那可吃人肉治病啊！晚上回来，夜深人静，你们都睡觉了。嗯、啊，老太太站院里，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那可不是嘛！啊，难过呀！啊，哎，心疼啊！夜深啊，月牙出来啦，人都说月牙新娘月老。嗯，我妈多沉着呀，你知道吗？月老他交给我，月老就把人杀。别唱了，这个，哎，怎么为了自己活，嗯，狠了，哦，啊，
来到这屋，一挑这帘儿进屋。我妈练过呀，这是，还有身上，拿手一点，嗯，眼泪下来了，一直哭着呢，刚才。于谦啊，自个儿的孩子，对，下不去手，是，老伴儿，哎呦，老头子。你忍心是儿媳妇对睡一块儿啊等会儿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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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别是亲骨肉什么是亲骨肉啊这是行了别往下说了啊啊这么一炕躺仨全睡一块儿大户人家吗什么大户人家呀、啊、这是按原始社会那么来的吗没听说过有帘儿有帘儿有帘儿啊有一帘儿哦哎于谦隔开把我隔开没听说这不可乐这个什么不想说这个就是什么乱没有不能把我隔开啊啊对啊谁是对的啊冠军是对的啊对不对啊就说这意思吧啊那边那屋你装修都跟这一屋旧味啊怎么办嗯老太太很为难呢啊、哦、看这刀擦擦眼泪啊脚踏黑土地没完了头顶一片天还唱呢一撇一捺念恩人呐、啊、什么字在天地间嗯人间有争道啊岁月有更迁嗯我这一刀做了你啊是走不回我百年你好门啊没一儿就别唱了还有高腔儿啊没唱完呢就甭唱了和声就免了啊哪有和声啊大半夜的副歌部分不要了啊也没有没有怎么办啊怎么办老头子啊真了啊不行嗯、啊、不行舍不得一日夫妻百日恩对百夫妻是海参对海参没有千日贵千日八十买一斤好买卖人的话要记住吗谁呀、啊于谦哦这是下手下手去当然亲生骨肉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对真伤了他嗯我对得起他爸爸吗是他爸爸在云南呢现在哎不对呀、啊、等会儿不是不是哪儿啊没有啊还这这还上口呢这不是旁边躺着呢吗这不是嗯躺着这是父亲这不是一样吗那能一样吗那玩意儿怎么不一样名儿都不一样啊一个叫爸一个叫父亲别问了问了心里是病了我不问我更乱的哼这个你不能不管啊砍头犹如风吹帽子呢我这人太宽心了你糊涂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啊遇见这事儿你别说你当初你说徐德亮外边解释就闹满城风雨是啊那您有经验听您的啊谢谢您听您的闹不起我听我说啊我20块钱是听这个啊你又没在这说我花多少钱您听我的啊说了哪儿了从头来吧从头来像话从头来为什么管相声叫活呀从南边不是死的你知道吗从头来啊没有从头来的我爱从头来没有咱接着说他们不乐我也得说一遍到这儿了咱们媳妇儿啊怎么办呢儿媳妇是外人哦叫儿媳妇哦小潘媳妇姓潘嗯金莲潘金莲啊仿古吗这个名字仿什么古啊这潘金莲一金花两口子嗨这倒是活的这是、嗯、行啊你媳妇坐起来了啊讨厌嚯难啊哎呀公交员跑小二去了没听说谁叫了哎你妈有什么意见啊这江恩嚯啊哪儿就开始亮相呢没俩俩就出来了到院里边、啊、你妈把这一说哦你媳妇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把刀给我干嘛大块咔嚯一大块肉哎呀递过去老太太接着从眼泪哗哗
心疼啊，太肥了，肥呀、啊，没有这么飘的，知道吗？腻，还飘呢。看看那个水晶啊，那就行，一样的，知道吗？媳妇儿肥啊，好，再来，先吃点啊，好，改卖肉的了，先吃。不睡觉啊！老太太剥着肉，进厨房切，我还切，切完洗完了，拿粉粉刷似的，稍微嫩点，拿遥控打个电视，干嘛？里边出一南方，再浇一点小冰头。哦，在这个节目里，你们连讲一下红烧肉的做法。现学呀！啊，现学呀！看明白了啊！削四个土豆，一把番粉，嗯，把这肉烩出来。呵，老太太都吃，全吃，都是几个吃吃，吃完很舒服。是。太平了，吃完没三天，你妈这病啊，好了，死了，那还不死？出殡的时候，你媳妇哭啊，哭得泪人似的呀，这心疼啊，腿疼啊，是啊。但是不好说，有难度，成才率实在是太低。嗯，一千个孩子学相声，最后说落过一个就不容易，那很不错。一个好演员，文台上摸爬滚打，四十岁走红都不算晚，这很正常，是吧？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嗯，我们不像别的行业，你说京剧也好，什么也好，都好用。嗯，啊，有章可循，我们这个无章可循，没有规律。所以说，从小我的孩子小了七八年了，嗯，老师才告诉我。干点别的去了，哟，你说不了这个，这不适合。你这才小七八年才到的这个啊，我说没有办法，是吗？今天我也不得不跟你说，怎么着？您要跟我说什么呀？干点别的去。太好了，这二十多年晚点了，这你先凑吧。对对，哦，这小时候很聪明，嗯，小时候很聪明，他爸爸管得严，是。管得严，我们家教严。他从小考试，每张卷子，期中的、期末的小测验，拿个老师去看啊，必须得100分审查。不过100分他爸爸不干啊，可难免有的时候考不了。谁不出错？是不是？你这次100分，下次你保底，你错一题啊，是不是？这回签考完了，10分对，啊、那叫做背一题，知道吗？不是错一题。怎么办呢？啊。前儿那会儿也怕他爸爸伤心，啊，拿笔后边加一零，哦，他爸挺高兴，是啊，好像也是经常的人，哟，有的时候这个嗯，32分，怎么办呢？就是好改了，这买憨点的笔，啊，是吧？改成100分，半拉卷子都是100，好，画大似的这个，那就画的叉都得挡上，啊，是吧？啊，啊，一直到6年级下学期，啊，他爸把他叫来，嗯，哎。我想了想，你这些年是不是在骗我？爸爸这反应够慢的，嘿。马上上初中，不允许你再骗我。啊，6年了。买了一个测谎机器，测谎仪。对，你再说家话，他响。哦。他响。那是就明白了。再说再考完试拿回来，于谦心拿鼓了。那是。他爸爸坐在机器旁边。嗯。多少？嗯。100。看着机器。嗯。瞎话。呸！说谎啊！不是，是啊，还假？说实话啊，4分。还打个气啊！说实在，你这缺德玩意儿，我丢脸呢。是爸爸小的时候，门门100分啊！嚯，炸了！换换人，后来他考曲团了就，哦，考曲团了，怎么还是接着说呢吗？这个都没接着，另一回事儿。你乐意接着那说，哎，算了，说哪一班都是我，你随便。在曲团里边，确实不错。哦，哎，考试成绩很好，哎，初三呐、啊，初七呀、啊，
我念半天还欠人好几分。很生气啊，很生气，恨我们大伙儿。哦，咱们考试都比他强，是，就他比老师也没辙，你怎么那么大考取他老师不愿要？是啊，啊，考试一个个进来，老师坐着坐着，叫什么？嗯，啊，郭德纲，对，您。徐德亮啊，东边什么？北京。您报名就考上了。你等会儿。不、看我不至于那么恶心。叫什么？于谦儿。哎呀，我这名儿比我相声还恶心呢。是大四岁，我就这么难受。是。出去，回去就埋了，出去就埋了。埋了。没那么大罪过这个。没听说过。后来勉强就留下了。留下你是干嘛去的？跟这块混呗，是吧？混。我们考试都拿一两分，就他不行。他也恨。那当然。小孩嫉妒。要强。零钱都攒着。干嘛？买了瓶硫酸。干嘛用啊？搁在床底下。你集体宿舍是都睡觉了。半夜他起来了。谁也逃不了。嗨。把硫酸倒一搪瓷子茶缸子里。端着这个。你们一个个的都考这么好，就我不行，我毁了你们，毁容，给你们毁容，只要喷到您脸上，你就死定了。是，哎呀，其实说了归齐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您各位合作，啊，希望大伙都支持。是，最近一段时间也确实很多事情不尽人意，嗯，你想，300人剧场一会儿来500人，那肯定有进不来的，那肯定。你电影院卖麻了还不让别人进，就这种有办法，我们也在想办法。是是，所以说有进不来的朋友们呢，多体谅我们，多批评，会想主意，是不是？再一次代表北京德云社。谢谢所有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是，谢谢各位，感谢。给大伙唱一段大实话，好，我会唱，咱们一块儿啊，哎，说。